分离科技大学电子系今仔日举办研发成果展，展示最近苏新所研发的优秀成果。学方人员表示，电子系是全校发明成果最优良的单位，去年伫国际发明竞赛所取得的金牌，超过全校金牌总数的三分之一。电子系呢，一直是我们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个系。我们学校在去年整个参加国际的各种发明竞赛的这种得奖的部分啊，我们有29面金牌，那35面的银牌，那么26面的这个铜牌，还有4面的这个特别奖。那么我们电子系呢，就囊括了这个16面的金牌啊，所以可以说是几乎占学校三分之一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奖牌的这个研发成果。所以电子系啊，一直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分离科技大学技术所展示的研发项目，真侪拢受到国际大厂的重视，参照汽车的安全防撞系统，都吸引真侪汽车大厂要求技术转移。今天展览的作品就是叫做一个主动式的汽车安全的防撞系统。那这个系统其实是未来汽车哈，都必须装的，尤其是像欧盟，它已经规定哈，我们现在出厂的车子，欧盟的新车都要有汽车防撞的系统。那但是现在的汽车防撞系统它的成本很高哦，你如果要加装一套的话，可能是5万-10万块台币。分离科技大厦电子系因为师资非常优良，而且重视实务的落实，积极投入教学甲研究，推动产学合作的制度，训练学生成为符合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